三颗以内就是一斤了。那平均起来的话，等于说一颗莲雾到市价，到一般消费者的手中大概有要200块左右。一粒顶级的乌金公莲雾要200块，会当抵40个50块的便当。这么贵的莲雾，伫咧过年期间却是大家烧钱买，不会的人直接走去产地向高雄落订单。这位先生一日就买15箱，准备要送给亲戚朋友。如果剩得多，刚刚好。这个先生要回去宜兰进前特别走来买。过年过节带一些这边的名产回去。在咧屏东地区种乌金公莲雾的王世雄，家己发明一个品牌，在咧国内拍开知名度。伊的莲雾在咧台北的果菜市场拍卖时阵，真侪摆创下天价，目前1公斤要72。总统府在日前嘛向伊订100箱的莲雾作为过年的礼物。另外，外号叫做莲雾王的王世雄，就是闽西亲戚卖计较连续局内底莲雾王的本人。看来莲雾王甲伊的莲雾同款，红遍全台湾。冰溪新闻安冰心屏东报道，小720元的天价，平均每颗莲雾要200块钱。一颗颗果形饱满、色泽黑又红的顶级莲雾，就是黑金刚莲雾。体积足足比一般莲雾还要大上一倍的黑金刚，平均3到5粒就可以重达1公斤。换句话说，一盒水果礼盒最多也只能装得下6粒的黑金刚。而且这种总统级的黑金刚莲雾，也得享受总统级的栽培待遇。果农利用过期的牛奶和豆浆培育出来的黑金刚，不止头好壮壮，甜度更是一级棒。就是说一些牛奶、豆浆，还有甚至我们还会在我们附近的养鸡场一些瑕疵的那个鸡蛋，然后我们会把它做一个高蛋白的一个有机发酵育肥，让它整个莲雾整个过程吃到一些高蛋白的东西，它酝酿整个果形、甜度、色泽，还有它的那个水分都相当够。农民说，土地盐分太高，莲雾就无法长得结实壮硕，色泽甜度不够，也不能称为黑金刚。正因为高贵又昂贵的身价，才颇受政坛人士的青睐。光是总统府在今年就订购了100箱。今天有我多用到呢吼，主要是咱莲雾的品质吼有够迄个程度，吼啊加上这个年纪吼啊，当然上咧这个买气也较强，吼啊所以呢，这个我都比我7-8厘啊。物超所值啊，有这个价值啊。朋友拢嘛咧，迄个拍袂歹，讲要爱知名者。想尝尝黑金刚的滋味吗？一般消费者可能要花上千元才能买得到1公斤的黑金刚哦。都市新闻林安平屏东报道。莲雾比传统黑珍珠足足大了一倍，甜美多汁。黑金刚莲雾的名声响彻了总统府，现在也成为总统府高层春节送礼的最爱。和黑金刚莲雾一比，一般的莲雾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足足小了一倍。装在盒子里，看起来比富士苹果更诱人。这样又大又甜的黑金刚，栽培起来可不容易，要选对地址，不能种得太密。不过要将原本迷你的 A 罩杯升级为 F 罩杯，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些黑金刚莲雾喝牛奶豆浆。一般市面上过期的奶粉或者过期的那个鲜乳，那再加上那个成本不高的一些大豆、黄豆去磨成豆浆，然后再加上糖蜜做一些有机的发酵，就是来吃这些高蛋白的东西，可以酝酿整个果形。喝牛奶豆浆长大的黑金刚，吃得好、喝得好，又备受呵护，当然比传统的黑珍珠甜美多汁。它饱满细致，吃起来口感那个脆甜多汁。之前有一些寒害哈，产量有锐减，那因为加上那个年节送礼的需求量非常的大，所以现在订单真的是供不应求。娇贵的黑金刚市价创下新高，一斤高达720块钱，一颗单价就要200多元。虽然昂贵，不过甜美多汁，深受总统府的青睐，日前就订了100箱。就连前总统李登辉南下时，黑金刚也成为他的最佳把手，让黑金刚要升为总统级的水果，身价更是水涨船高。 ACT 新闻张广明屏东报道。